20万。你愿意做我的管家吗？管家？俗称就是女佣吗？如果你愿意做一年的话，维修费就一笔勾销了。你是谁？我并不在乎你有什么样的来历，或者什么样的过去。管你叫艾丽莎还是雪姬，就算你有秘密，可不可以告诉我，只是倾听的那个人，可不可以是我？加入乐视影视会员，可以提前观看《我与你的光年距离》。大家好，我是宋伟龙，在剧中饰演顾十一。加入乐视影视会员，可以提前观看下一集哦。欢迎回国。嗯。晚上7点有一个慈善晚会，晚会时长2个小时。明天上午8点是公司内部的艺人推介会，大概推荐的艺人共有30名，所需时长1小时30分钟。紧接着上午10点会有阿关。啊，把后面车甩掉。好的，继续。下午可能需要麻烦总裁去一下我们公司新投入出品的电影，是开机第一天，要为宣传做一下准备。晚上排掉。好的，总裁。有私事。还是国内好。今天总裁看起来心情不错。是吗？可能是因为真的有什么值得让我开心的事情吧。顾十一，有人来找你。谁啊？是个女生，还很漂亮。要是交往的话，别被社长发现了。说我不在。什么？已经说你在了。走。你怎么来了？因为想你，所以就过来了。我先走了。别走，还要一起训练。有话就说，我要进去了。过去的这一年，你知道我是怎么过来的吗？喂，很大一个电灯泡，我先进去了。怎么过是你的事情，你之前不是已经选择了吗？所以都结束了。我还没有结束。我后悔了，那我们可以重新再开始吗？你们一个个的都干嘛呢？在公司楼下拍连续剧啊？社长，社长，我可不可以在你们公司试镜啊？想来试镜啊？唱歌？啊？演戏？还是其他什么？你应该已经有经纪公司了吧？那个，稀里糊涂就签了。不管你想到我这儿来做什么啊？但是我希望你在你原来的地方好好做。是。好了，我们上去吧。不是说已经分手了吗？我让你现在不要谈恋爱，就是不希望你把精力浪费在其他的地方。好好练习。知道公司在你们身上投了多少钱吗？知道了。疼他，拨弄他的头发，思念刻在墙和瓦。如果感情会挣扎，没有说的儒雅，把挽回的手放下。
顾十一的唱功不错啊，但是还是有点偏柔。其实以他的综合素质，更适合单飞。嗯，他的声音表现确实不错，但是快歌还需要稍微练习一下。这么好的形象，真适合单飞。让十一送你回去吧。如果以后因为我们的原因交通不方便的话，就当找十一吧。那谢谢你啦。我可没答应。哦，雪姬，我先走了。十一，你送雪姬回去哦。如果要去我家的话，给我打电话。好，回头见。雪姬，那个事故是我造成的。我不想连累我朋友，因为现在是江淮为我还债，我觉得很对不起。算你幸运啊，还好当时江淮在你身边。你是对我有多不满？我告诉你吧，我们有缘在梦里见过，但我没有说这是好的缘分。你疯了吗？你有什么证据？我没有证据啊。证据应该是由你来想。我们有没有缘分？如果你没有梦到我，我就当做你不是那个人。谁能证明？你可以。这对我很重要。好了，走了。这就是接近江淮的目的。为了跟我说梦境这种东西，好久不见。这次回来，你还好吗？嗯，还好。有什么特别异常的吗？应该有什么异常的吗？我回国之后可是第一时间被跟踪啊。所以你觉得是秦四跟踪你？不然你以为是谁？嗯，我还有很多其他的仇家。嗯。难不成他是你在找的那个人？现在我还不太清楚。你住哪儿啊？可以住。不可以。嗯。开玩笑了，早点休息。希望你今晚梦见的那个人会是我。晚安。
果你没有梦到我，我就当做你不是那个人。这个是童心出道的，之前演戏还拿过大奖，后来不演了，近期又开始活跃了。下一个，这个人是选秀出道的，唱歌跳舞都不错，尤其是高音部分的表现，在网络上的人气票选排行也是非常靠前的。下一个，这个是未出道的公司的新人，已经签了公司了，他是目前所有新人中我们比较看好的，唱歌跳舞架子鼓都很好，外形也好，好好培养的话红起来的几率也是非常大的。下一个，等等，你刚说他叫什么名字？顾十一。他是不是疯子？昨晚一直在说梦境什么的，他精神不正常。我跟你说，你离他远一点，他很危险。那么20万怎么办？十一码，十一码。还有，他就在我旁边。什么？怎么回事？你怎么会跟他在一起啊？他之前不是说，在他找到房子之前，要先住在我这里吗？他说，如果你有意见的话。拿出20万再说吧。喂，喂。不过，你真的跟他说过有关于梦境之类的话吗？嗯。虽然我没有什么权利可以说，但是你真的相信这些吗？真的呀，我又没有骗你，我只有真实案例的。那，你看这个，这个，还有这个。这个呢，说的是一个孩子有关于梦境的记忆。这个说的是亚洲其他国家有一个人通过梦境找到了自己的家人。这两件都是真实的案例呀。哦，所以你的记忆里，你记忆里的人是十一吗？夫人，齐先生来看望您了。好久不见了。好久不见。你还是那么漂亮。所以你是说，你记忆里的人是诗意吗？对呀。那在你的记忆里，诗意和你是什么关系啊？不知道。希望这个可以由诗意自己想起来。不过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搬过来了。这有什么好考虑的呀，我本来就没什么行李，所以就直接check out了。我现在要出门打工了，这个是备份钥匙，如果你要出门的话记得锁门哦。哎，饭呢？饭，那个我现在要出门打工了。那看来只能我自己出去买点吃的了。如果你饿的话，房间有泡面。你今天有什么事吗？
我今天打算到处去看看房子。哦，对了，我要去跟兰博基尼的车主打声招呼。嗯，那就辛苦雪姬大人了，拜拜，拜拜。听说你要出去旅游？嗯。为什么不接受治疗？接不接受治疗，结果都是一样的。化疗的副作用很大，头发会掉光，牙齿会松动。我可不想那么丑陋的活着。我只希望你能活下来。会的，我会想办法活下去的。我会等你，我会等你回来，就像我从前承诺的一样，我会等你。下次可不可以做点别的什么菜呀？我每天吃这个泡面都吃腻了。是你说要吃泡面的呀？哎，可是你每天在打工的地方可以吃好多好吃的呀。那也不是我的错。你房子找到了吗？啊，房子呀，我已经找好了，一个月以后咱们就可以住进去了。什么？但是我们这一个星期之后就要空出来了，那中间的三个星期怎么办呀？我们现在要找马上可以住进去的地方。嗯，那你跟我一起住酒店呗。那行李怎么办呀？找个地方寄存呀。那也是需要花钱的呀。你回国打算做什么？读书？工作？嗯，反正我有计划，以后慢慢再告诉你吧。可你看起来好像根本没有啊。哎呀，还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准备行李的事儿，有的是时间，别太着急啊。你真乐观，真好。哦，对了，你看到手机未接来电了吗？我刚刚看好像有。哦，看了。那个人的名字真的叫春山吗？好奇怪的名字啊。嗯，他是叫春山，是我以前的一个朋友。嗯，对了，你知道十一住哪儿吗？好像跟他的团员一起住。嗯，马上出道了，所以他现在很认真的在练习。嗯，他已经很顺利了，才刚刚进去不到八个月，已经马上就要出道了。那你觉得他能成功吗？嗯，这个我不清楚，但是他运气一直很好，就算不会大红应该也不差。那我可得让他在大红之前赶快想起我才行，对吧？原来你是为了说这个啊。嗨，十一。什么情况？学姐说她的房子要20天之后才能入住，所以只能住到你这儿了。为什么不提前跟我说一声？因为实在是没有地方可以住了。哎，如果那二十万还在的话，我们也不用住在这儿了啊。嗯。进来。给我写。你的房间也太干净了吧。下来。嗯，我说下来。好
有想一天花一万睡酒店的大床啊。你俩睡我的房间，我睡沙发上去。东西别乱碰。嗯。你们来为什么不提前跟我说一声？雪姬说有地方住，我怎么知道要住在你这儿啊？为了还钱，拜托你先忍忍吧。反正你看好他，要是被社长发现，我就死定了。他怎么那么能给人添麻烦？其实我觉得雪姬挺好的，他每天都很开心，而且特别有勇气，每次想到什么事情都会去做。是吗？我怎么觉得他做事从来都是三心二意、半途而废，从来都没有计划和打算，疯疯癫癫的。你知道我最烦这种人。可是雪姬她应该是富家小姐，就算搞砸了也没有关系吧？就希望这二十天快点过去。我肚子饿了，想出去吃点东西，你们一起吗？可是两个小时前刚吃过啊。啊，我又饿了。哟，我说怎么不跟我们去打球呢？原来家里有客人呀。如果有人在等他，拨弄他的头发，思念刻在墙和瓦。如果感情会挣扎，没有说的儒雅，把挽回的手放下。我现在还是会每天梦到他。你跟那个人长得一模一样，我只有这个根源，可是还是希望你能帮我确认。重点是我像那个人，你才会对我有兴趣吧。这个是我，这个是你，你一件我一件，刚刚好，不够我们拥抱就挽回不了。用力爱过的人不该计较。都要逼人起了家，没有别的办法，他劝你不如退下。如果分手太复杂，流浪的歌手会放下吉他。故事要美，必须藏着真话。我们的爱情到这儿刚刚好，剩不多也不少，还能忘掉。我应该可以把自己照顾好。我们的流浪到这儿刚刚好，趁我们还没到天涯海角，我也不是非要去那座城堡。寒了寒的刚刚好，我难过的样子就没人看到。你别太在意我身上的记忆。